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，这刘瑶就剩一万的兵力了，也要过来攻打我，烦死人了。放箭！什么事？要是屯田的能够多抓几个就好了。没有了，马腾没了，看来我离失败也不远了。哇，小乔被他们抓走了。没人了，麻烦。哇，还好成功了。诶，可以直接过来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忘记保存。娟小乔是被他们抓走了。是兵粮有点少啊。烧死你！张扬也没了。刘瑶又来，我先把这钱攒一攒，攒到一定的钱数，再去打那一个。
没有人才可以探索了。这港口有点冤哦。哎，这个下水好像抓不到人。什么事？知道是交给我了。他这个一万要打我十万的兵力，太……看看岩白虎如何。再加大桥，外交。要是能够成功，就该多好啊！居然没能成功。你就只剩下一座城市了。打我这么多人，什么事？放心放心，混账！这一个再加周泰、明超。射死你！哦，会没有粮食哦，麻烦哦。1:6，12000-18000，这粮食消耗太快了。
这一个能够打多少？直接弄没了。哎，怎么那么慢？烧了还烧掉了人，那肯定丢了。敢问任务，在下领命。等了好多事，交给我了。什么事？知道了。这粮食还挺多的哦。我要先把所有条件搞好了，不然死得很惨了。征税。下一回哦。没地方登哟。没搞好。好像不能去打人了。哎，财商。这边吗？江夏。陇南、寿春、小沛、建业，哇，完蛋了，没保存。我没保存，麻烦。那有可能要与跟他失之交臂哦。完了完了，打他一点不痛。哦，没保存，麻烦。哦。麻烦了。
挑战失败啊。只能等下次再抓了。储存一个记录吧。潘璋要，这个一定要，还要保存了。这样子我就不用研究了。我哇，受不了，还好保存了。哇喏，就差一下，还好有保存了。潘璋是个好武将。刚才是重视攻击，现在重视防御，试一下。一开始挑战那个是重视防御，失败。我武力还多他一点呢。最怕的就是这种暴气。不会吧，哇，还好，走，现在应该开始去进攻别人了啊。看一看粮食够不够，十万还是不够啊。我这张
15个武将，够忙活一阵。9万个士兵，9万的兵粮。1800，张鲁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要出征。